孩子的嘴。你不相信是不是？好，拿火快报。我直接报他。就这样，狗男妖。那你相信了吧？哦，好，正阳报。正阳，正阳报。正对不报的。报。哦。这样相信了吧？哦，刚刚说完之后干嘛？我还要斗鸡。那刚就帅气一点，帅气。好害羞啊。就这样，看我这样。把我捧起来。OK OK。嗯，老弟，呆住，过来。打他巴掌。哎，你这个大变态。谁叫你亲我的？谁叫你亲我的？啊？敢有这种男人，要用这种方法啊？啊？跟他扎，我跟你讲，再扎一下，眼睛再跟他扎一下。OK。想赶走这种不要脸男人，就要用这种不要脸方法。嗯。哎，那个扎做。想赶走这种不要脸男人，就要用这种不要脸方法。哎，打，对，接住，要抓住我，好，要抓住。刚练完全。嗯。哎，你很不要脸的推他，他推不动。真的很不要脸，怎么可以想随便亲一个女生呢？张叔叔。谁你女朋友啦？谁你女朋友？谁是女朋友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凶啊！好，再走一次，整个。好，好，好。没事的。不行，我怕我太大力。可以接受哪个秘密？可以。差不多这样，再 OK 可以这样。有点到，他这收太快了，还好。这是一个巧遇，一个镜头。对，就是要这样，你要吃到一点点，然后你收的要快，他才会感觉寸劲。这样子，但是寸劲，哥有在练，有真拳。还练吗？肚子的部分。我的肚子哦，有啊有啊，这个。有啦，感觉得出来。有碰过一次啊，有啦，我们之前其实在外面有碰过一次，但根本不知道，就没有聊过天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今天一开始就亲就蛮开心了。正阳都没亲，怎么是一个陌生人？对啊，是这样，你要看自己哦，正阳。这里是小云店，你们是小云的员工，这个店规就是为你们设的，违反任何一条立刻罚款。包是。高调，高调，什么玉皇大帝？不要交代，不要交代做的过程哈。好，了解。完了这样哈。了解。好。妈，我们店没有店规。超好，好吗？反驳，反驳。超好，好吗？对。到时候我跟佩杰分手，我把他姐姐追起来。我就是这家店的老板。他喜欢这一款，私底下也，私底下也。喂喂喂！哎呀，这说五万七八糟的，你还下去吗？好，马上用。哎，我还可以的。只有签字笔，其他都没有。那好，那你先去，那你现在去文具店买彩色笔、壁报纸、擦胶带。现在啊？哦。店里面没有人。没有，不可能来找我。所以叫，所以代表你要快去办回啊！不要想摸鱼，快点。好，哎，对，啊，对吧？走，对对对，那就有点反应了，好，好，哦，这是刚开始而已，没有在后面了。还没有很多，还有很多的意思，对吧？这姐姐到底有多讨人厌呢？过哎，天哪！不要讲别人，真的很会讲。他超会，今天一整天都在讲。对啊，刚刚讲哦，今天一直都在讲，这样。他在从店看得到的地方全都被讲过了，对啊。不爽，很讨厌。没有话可以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无话可以反驳那种，真的。他俩无话可说了，就是。就是完全不用演，对啊，你就这样完全不用演。他讲完全不用演，我没有说三天成的掉，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。哪有？哪有？我家练很久，看不出来是演的，是吗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好啦，好啦，姐，好啦。
大家好，我是好辣姐。外面变小了，有没有我兄弟？然后外加上我是不是来错地方？请问一下，这里是梦游仙境吗？倒了，已经倒了。回来，这个事情就变了，就把我们垫钱了去度假了，就没有钱了。请问一下，我没有来的时候，啊，说要去什么伊索比亚，说要去什么欧洲国家绕一圈，说要把钱给你拿去度假。店里还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啊？好想当员工想要出去旅游，拿店里的资本。客户要求啊，没办法。贵公司有钱。对啊，终于不用再骂人了，我骂了一天的人了，不要再这样。私底下我很 can 哎，我其实人很好，真的，我非常好相处，然后会跟大家开玩笑，然后私底下其实我是一个台语讲得非常好的，所以也会跟大家讲台语，就是觉得好像亲和力，不是好像是亲和力真的很好，是完全跟那个新年是完全不一样，你们不要入戏太深了。立 TV 立式线上影视。